这里都是臭的，你自己闻一下。冰点儿自助碗了。哦，对，你们就在这个环境里弄哈。你们这个分也不低啊，4.7。线上的店装修也挺不错的，看起来很舒服。你们就这个环境。这个是啥？猪蹄。猪蹄，怎么是这个样子？你自己家里的东西你会这样吗？你这里都是臭的，你自己闻一下。我敢肯定说，你几乎就没有打扫，洗洁精吧？啊？不是那个是，你自己看得过去不？我都怀疑这个螺蛳粉的那个臭，它到底是不是就是这些臭臭味？4.7分的店，月销4-5千。蚝油，不是蚝油吗？是酱。哎呦，你这什么东西啊？这个就是这个，是这味吗？对，什么4A 级香料，食品添加剂啊，日常怎么用啊？那个香料的时候放全就放。这些东西按我们要求，那不是说你随便在这货架上面摆在这儿就行了，你都需要是专人专管，用一个小箱子把它锁好，那不是任何人都能去碰的。手，你今天高兴手抖一下，哎，多倒点，你就超量。今天清醒的状态下，哎，按照这个按时方法来添加，你不会超量。看里头随处可见各种添加剂，这些菜就这样放地上了，菜该怎么放？刚那个不是刚刚不刚刚的事情，该怎么放这个东西啊？那现场这问题也这么多，你就暂时不要营业了，外卖平台给取的暂时关闭，然后整改好了，待我们检查完了以后，你们再重新营业。